grew her business, mainly in Hong Kong. She took action and aligned with company completely, focused on leveraging the BEM Star program. Many of us had the privilege to listen to her last year in Langkawi. She inspired and impressed most of us by her passion and simplicity on building a business. One thing I personally take away from listening to her, when you focus on action, success becomes easier. Prior to New Skin, Sharon Hung was married to her job when she was working in a multinational company as an expert in product marketing. Her only focus at that time was to build a promising career. In spite of a flourishing career, her focus is her family. Her family is very important for her too. But destiny brought her to New Skin. She decided to join the business and take on New Skin as her full-time commitment. She achieved Blue Diamond Executive title in a short 9 months. Sharon believes that the only way to help others to succeed is to lead by example and become the motivator to their team, enhancing their growth. The way they lead is to keep things simple. Work with the company, work hard, and grow towards success at fast pace.我的当时在香港没有任何亲戚可以依靠，有都是这叫做同亲戚的。咁但是12梦想的道路呢，究竟是容不容易的呢？其实一点都不容易。我们当时在香港没有任何亲戚可以依靠，有都是这叫做同亲戚的。咁当时我们去到香港呢，我们一家几口呢，就住咗喺一个大概200尺的一个铁皮屋入面，就而家想中呢个地方。香港而家呢个地方都已经冇晒了。咁我们仲冇自己洗手间，我们需要呢落雨呢都要担遮去洗手间的。咁而爸爸呢，就一个人去做地盘的泥水去养活我们一家人。咁其实呢，当时的经济环境呢，其实香港普遍的家庭呢，都不是话生活环境咁好。而在我当时年纪咁细，其实屋企系点样呢，我都唔系好知道。咁但是呢，直至到1980年呢，我最小的细佬呢，出咗世之后呢，我个家庭就产生个好大的变化。我
以前可能大家都会放工，即系爸爸放工翻嚟会倾下偈。但系自从我细路出世，我妈咪病咗之后咧，我妈咪因为呢个病，佢变得情绪好暴躁。每一日咧，屋企都系打打同埋杀杀，系真系杀杀。因为每次我妈咪一病发嘅时候咧，佢就会误会呢个全世界最爱佢嘅男人，其实喺度陷害佢，喺度害佢。所以咧，佢一病发嘅时候，佢就会随手咁攞把刀啊，定系铰剪咧，就向我爸爸飞埋去。有好几次咧，系一飞埋去，系成屋都系血嘅。咁我系屋企最大嗰个，其实我冇嘢可以做，我只可以报警。咁如此咁嘅環境咧，屋企咧就係每一日都係咁樣嘈吵，甚至乎有段時候嚴重咧，我媽咪咧係連我哋咧都以為係我哋係毒害佢，所以咧都會打我哋咯。咁細個喺一個咁艱難嘅環境裏面咧，我爸爸咧係一個咧唔中意講嘢嘅，亦都唔識得講嘅。佢對我哋嘅愛咧，從來都係用行動嚟表達。咁樣嘅環境底下，我爸爸咧依然係每一日起身翻工。一放工即翻屋企，一年365日咧，佢只會翻放一日假就年初一，因為佢嘅工作咧係斷日去俾錢嘅。咁而咧，佢為咗去慳錢，佢係會自己步行一個鐘頭去翻工，然後再步行一個鐘頭去放工，係為咗慳翻錢俾到屋企。咁但係翻到屋企咧，我媽咪就誤會佢啦，所以咧我媽咪咧係飯唔煮俾佢食，衫唔幫佢洗。而且咧，佢亦都會咧隔絕咗爸爸同埋我哋之間嘅溝通，所以我爸爸咧其實係一個好孤單嘅情況之下咧，咬緊牙關幫我哋去養大我哋成家人。咁如果你係我，你會點咧？所以我一直夢想，我個夢想就係覺得我一定要咧帶我屋企人咧脱離呢一個窮困。同埋咧，一定要令佢哋過最好嘅生活。咁所以我亦都用行動嚟表達我呢個對屋企嘅愛意。我就係努力讀書考大學，因為我爸爸同我講話咧，我哋呢啲唔係含住金鎖匙出世嘅人咧，係唔會成功唔會發達噶啦。極其咧就係你大學畢業就希望有三餐温飽啦。咁其實咧我諗夢想係直根喺我心入邊嘅，雖然我爸爸係咁講，但係我一直都覺得我一定可以咧，令到大家都過更好嘅生活嘅。所以當時我冇理佢講啲説話，但係我就一直努力咁去讀書。然後我喺大學畢業之後咧，我就入咗一家全球最大嘅市場研究公司。咁其實咧，我覺得自己好幸運，因為當時咧，其實所有嘅同事咧都係一啲富二代，都係賺錢買花大，為到我。其實就是真的很在乎份工，所以咧，我比任何人都勤力。我朝九晚放工繼續做嘢啦，翻屋企繼續做嘢啦。然後咧，為嘅就係希望可以令到屋企人過得更好。咁好多時咧，啲同事放工去玩咧，我都仲繼續喺度做嘢。其實有陣時我哋好勤力、好努力去付出行動嘅時候，個回報咧原來唔係嗰一刻即刻睇到嘅。咁經過咗咧幾年時間喺嗰度努力之後咧。有一日就係我有一個客户，就係全球最大嘅護膚品牌公司，咁佢哋咧收購咗個新嘅品牌要推出市場，就係咁，我個客户就將我帶到一間更大嘅公司啦。咁所以當時我更加努力，因為我知道咧，如果我唔俾別人勤力咧，其實我冇可能咧可以咧繼續可以喺呢個工作裏面咧向上爬嘅。所以咧，我朝九晚凌晨，星期六、星期日我都繼續翻工，可以咧幾個月一日假都冇放過嘅。咁漸漸，究竟我嘅夢想有冇實現咧？其實我覺得冇咯，因為當時咧呢、這個咁大嘅工作壓力咧，令到我咧自己咧都根本就係冇心情去關心我嘅屋企人，甚至乎每一日我媽咪打電話嚟同我東拉西扯講啲虛無縹緲嘅説話嘅時候。我都只係咧 cut 佢線，因為我嘅老闆棟喺我面前，我嘅 interest 嚟冧啦，然後咧我嘅 mailbox 亦都被炸到爆咗，所以我覺得慢慢我發現我帶得最多嘅唔係改善生活翻屋企，而係壓力同埋脾氣，而且我發覺咧，我離我嘅夢想咧越嚟越遠，因為我覺得我一路行我嗰條路其實都係冇可能，而且工作嘅壓力亦都折騰到我覺得咧其實。我自己漸漸都唔記得咗，我究竟擁有啲咩夢想？咁好多謝我嘅介紹人 Fiona， 就係我個朋友將 Fiona 介紹俾我識。
咁我好感恩佢話俾我聽，原來 Newsy 呢個平台就係只要你不斷不斷不斷咁去行動嘅話，你就係向你嘅夢想每一日每一日進發，然後你可以過到你一個非凡自由，你真係可以做自己想做嘅嘢。咁就係咁，我就相信佢。我當時都冇諗過究竟香港市場係幾耐啦，我自己有冇做過分析，我會唔會喺度成功啦？我淨係知道原來呢個事業好公平，只係你向住你嘅目標。非常之大量的行動咧，你就可以做到。所以所有嘅旁邊嘅支持，所有嘅嘢我都冇諗，我就係專注我嘅目標往前去跑。其實我覺得大部分人都知道行動係會成功，但係點解我哋有時候會驚呢？其實當我哋去驚去行動嘅時候，你嘅內心深處其實就話緊俾你自己聽，你其實會輸，你係會做唔到。所以當你停止同埋害怕行動嘅時候，其實嗰一刻你已經同緊自己揾緊一個失敗嘅退路，揾緊啲失敗嘅藉口。但係我想同大家講，其實咧，我哋已經唔同咗啦，因為我哋已經係俾街外嘅人咧知道咗呢個世界有 Newsy 呢樣嘢，我哋已經知道呢件工具係可以俾到我哋一個非凡嘅自由，可以實現我哋所有夢想。所以當你停止追求你嘅夢想嘅時候，其實你要問自己一句，乜你真係甘心呢？你真係甘心就咁停落嚟咩？然後你會發覺，如果你因為咁而停落嚟，其實你以為你因為驚你唔行動，你好似好容易處理，但係你要成世人面對自己見到個咁好嘅機會，然後你錯失嗰種後悔嘅感覺，其實係更加難受咯。而且呢度咧真係好公平嘅，你要成功嘅話，其實係冇任何藉口，冇人會阻攔你嘅。包括你大肚的時候，旁邊那個呢其實是我一個下線的夥伴來的，我非常之欣賞他啦，因為呢他其實是一份很忙的工作，都是做marketing 的工作，又是收不到工。他初中加入 Newsy 兼職的時候，他是會放工，未放到工他就走來聽堂或者 prospecting， 然後做完之後再搭車回公司 OT 到三更半夜，然後就第二天又回工，然後每一天這樣去兼職的。其實忙，個個都忙，但是唔通你忙到忘記你的夢想呢？但是這裡只是你不斷堅持努力的行動，你一定可以實現夢想。那他大肚的時候呢就是沖男絕，那這張相影的時候呢他就是過兩個星期就要生仔了，而我呢就是剛生完我的女兒呢就個個月坐月月出來呢就去他的家裡，當時呢我就是大絕肚沖我第一年的創世聖年。所以其實大家覺得有冇成效啊？其實好成效嘅，而且咧，我覺得咧，即係大肚係幾好嘅，因為咧，你約你嘅朋友咧，佢點都會出嚟嘅，係咪？出生大細約佢都唔出嚟見你咩？所以其實咧，究竟係困難定係機會咧？一線之差就係睇你點樣睇。咁跟住落呢個女仔嘅故事咧，我都覺得真係好想同大家分享，因為我哋往往就係、是。你想去做一件事的時候，你想行動的，你就想起自己有多少的障礙，你會給自己很多藉口，或者你會自己在那裡妄自菲薄，看小自己覺得自己沒有可能做到。但這個生意呢真的很公平，因為 Newsy 從來就是一個用心去跟你交流的生意。這個女仔如果連她都可以做到的話，我覺得我們台下沒有任何一個人有一個藉口可以說自己做不到。因為Newsy 是不是經常說要跟別人說，不停跟別人說，那他呢是聽不到東西，所以他都是啞，他是一個聾的人士。那他加入 Newsy 呢，年紀呢當時29歲，現在都是30歲，他現在是綠寶上級主任。他加入 Newsy 的時候呢，我很印象深刻，因為他第四個月呢的時候，他賺的收入已經是他過去六年積蓄的總和。而為什麼可以做到這個成績啊？就是呢第四月的時候公司咧，我哋香港有 expo， 咁我哋就係兩日 expo 嘅。公司要我哋買啲邀請卡，就邀請啲 prospect 嚟。呢個女仔咧，你估佢兩日之內邀請咗幾多人啊？佢兩日之內邀請咗120個 prospect 去了解呢個生意。我想問，如果一個講唔到嘢嘅人都可以咁積極去大量行動嘅話，點解我哋要俾困難去嚇親自己啊？我哋唔可以俾我哋嘅恐懼去阻礙我哋向夢想進發嘅，因為我哋每一個人其實都係可以嘅。而且咧喺 Newsy 咧，我哋話相信係一個開始，
咁我自己覺得咧，咩時候你嘅 U C 真係可以爆發，令到你嘅組織咧瘋狂咁去增長咧？其實就係當你願意同埋真正能夠突破自己嗰一刻。咁呢個突破其實喺邊一度嚟啊？就係透過你不停遇到好多嘅困難、好多嘅挫折嘅時候，你去磨練出嚟，唔係坐喺度喺度打坐，然後你喺度發夢，幻想我有一日成功咗，幻想有一日我已經成為一個台上嘅大領袖。幻想就係幻想，你只係喺度發緊夢咯。因為真正嘅大成就，往往就係嚟自你覺得非常之困難嘅時候。而 New Skin 咧，所有嘅困難咧，離唔開只係四樣嘢啫，就係你約嗰個人唔嚟。佢嚟咗唔買，佢買完又唔做，佢做完又唔長，其實仲可以有咩困難呢？仲有咩困難呢？我諗我爸爸，如果我比起我爸爸當年點樣一個人孤單咁樣去養大我哋成家，佢甚至乎咁多年佢都冇喺我面前流過一滴眼淚，每一日都咁樣堅持，每一日都係用行動去表達佢對家庭嘅付出、對家庭嘅愛意嘅話，我哋。要做啲乜嘢？就係面對頭先嗰幾句所謂嘅拒絕，只係人哋俾一個反應，而嗰個反應你講唔係太想接受啫。其實有咩困難啊？而呢啲最難就係你開始嘅時候，你兼職，你好似好辛苦，你好忙，跟住你要聽人，又要同人哋講，跟住你又要搭車見人食嘢，然後使啲錢，然後你發覺你每個月嘅佣金都唔能夠 cover 你去食飯同埋搭車，然後你開始咧就質疑呢個生意。但係其實呢個生意就係咁，然後。突然間爆炸，咁好多人就係根本你嘅嗰一度，就算你放棄，其實係根本你都冇向住你夢想去行動。你係坐喺度每一日望住個夢想喺度發緊夢啊！發緊夢就留翻瞓覺嘅時候，人生嘅時候睇翻夢嘅時候，因為你其實永遠唔會知道啦，你離你嘅夢想有幾近嘅。2008年嗰陣時，即係全程投入去做呢個生意，當時係1.0嘅尾段，咁嗰時未有 A shop 啦，啱啱有 SPA 機啦，其實成個大圍環境氣氛都同而家係完全唔同。我當時有個夥伴咧，同我一齊開始，佢每個月咧嘅業績咧都過萬分嘅，非常之好。但係咧，佢只係有一個月 grace 咗之後咧，佢就放棄咗啦，因為咧原來佢從來都唔相信呢件事，佢淨係覺得啲產品好好。咁但係咧。啱啱最近咧，呢個夥伴就翻嚟，然後我同佢講咗一番説話。我同佢講話，其實你知唔知你嗰陣時，只要再喺 New Skin 留多3個月，你就會見證住 Dr. Zhou Chen 同我哋宣布 A Shop 嘅發生，同我哋宣布 A Shop 為 New Skin 帶嚟嘅好大嘅夢想、好大嘅平台。其實你只要一路行，其實你嘅夢想就係會成真。但是他偏偏選擇當時停在這裡，所以他現在從頭回來，他上年年尾加入，他已經成為 Ruby， 然後創緊一代和兩代的 Ruby 了。所以你真的要做的時候，其實你的行動可以追加上所有的東西，但是你坐在這裡的話，是沒可能會發生。所以成功呢，在 New Skin 呢，非常之公平。成功不是一種幸運，在 New Skin 成功是可以複製，亦都是可以練習出嚟的，因為我哋每一個領袖行嘅腳步，你其他人只係跟就得啦。所以我其實我乜都唔識，我唔識得計劃，我淨係跟住我哋嘅大領袖就係 New Skin 啊。New Skin 就係我哋大領袖，所以公司話咩咧？其實我咧就唔諗噶啦，我佢講啲做創四星我就創四星啦，佢講啲做啲話天意呢我就天意呢啦。其實呢個生意有乜嘅生意係簡單到你乜都唔使做，咩都唔使諗，你淨係做，你淨係行。你只是衝，其實你就一定成功，是 guarantee 一定成功的。有沒有一個平台告訴你，你只要不斷地做，是一定會成功的呢？優先就真的可以了。而我們講的積極行動呢，我覺得其實大家的掌聲，很多人是講行動，而我覺得呢，其實前面那兩個字積極呢，也是非常重要。你話遇到困難啊、挫折啊、挑戰咧、啊，唔係 New Skin 嘅專利，係每一個行業你都會必定有。但係你自己可以選擇，究竟你用咩心態去面對你當前嘅挑戰同埋考驗。邊上咧係我咧嗰啲夥伴咧，影出嚟咧就 po 喺 Facebook 嘅。咁當時咧佢哋 po 咗喺 Facebook 係朝頭早7點鐘，就係一個敷緊 mask 兩個喺度食緊早餐，佢哋話我哋為咗
團隊嘅 expo 咧，包咗一張台仔俾我哋用啦。因為我哋七點鐘要去公司開12點。你諗下，香港人佢哋七點鐘早餐都未食 ，mask 都未敷好嘅時候咧，你走去排隊，你究竟覺得呢件係一件苦差，定係你好享受嘅過程咧？我哋呢度咧排隊入去聽堂，好辛苦放工趕嚟兼職嘅嚟聽堂，點知入到去到會場門口咧？已經呼咗入唔到去聽堂，你又會覺得呢件事係開心定係唔開心呢？但我哋咧就選擇好開心咁面對，然之後咧我哋仲一齊咧去食飯。其實咧成功嘅過程，如果你懂得享受嘅話，其實每一日你都為自己打個強心針。但係如果你每一日都喺度咧覺得係好困苦、好辛苦嘅話，其實你根本好難堅持去到最後。咁而喺呢一度咧，其實 New Skin 最開心嘅地方就係你每一日向前向住你嘅夢想衝嘅時候，你其實都應該係開心，因為一個人覺得每一日生活咧係覺得明天會更加好，你覺得人生係有希望嘅時候，其實就算你遇到任何嘅困難咧，你兩對眼都係發光，你都係好開心嘅話，其實你嘅快樂已經感染咗你身邊嘅人，好容易你就可以招募到你嘅夥伴。我呢個精神咧，其實就係我話我爸爸咧，佢每一日好辛苦，佢都唔會對住我哋喊，因為我屋企咧有一個好舊嘅小嘅相架咧，上面寫住幾隻字，就係希望在明天，明天會更好。因為我爸爸話一啲話，無論佢每日翻去點樣同我媽咪相處唔到，點樣俾我媽咪打佢啊，想佢死啊，佢會在惶恐中。他每天就望住嗰個牌，就係、是、跟自己講，其實將來一定會比而家好。所以佢從來冇流過一滴眼淚，從來我見我嘅爸爸，我都係覺得佢好似好快樂、好積極咁樣做嘢。所以我覺得人生無論點，其實快樂真係好重要。所以當我哋一行動嘅時候，我哋究竟係苦住口面，然後好擔心究竟我簽定唔簽啊？定係我好開心、好快樂，將一個好偉大、我覺得好有希望嘅將來去同佢分享呢？其實就是完全不同的東西。所以其實我們要做的呢，就是將我們的快樂去跟身邊的人分享，我們去 make sure 每一個人經過我們跟他分享之後，他的人生一定添加了一點一滴更加快樂的事情。而我們作為領袖的，我們 New Skin 要成功都是要學做一個領袖，不是用你的說話去說，就是用你的行動。因為團隊的人呢，其實是不知道你究竟在度講啲乜嘢，佢只會望住你究竟喺度做啲乜嘢，所以你嘅行動就係證明俾佢哋睇你嘅選擇係啱，而因為你嘅行動會影響到佢哋。好似第一年咧，香港咧係全香港得一個創四星啫，咁但係咧經過咗我連續3年去創四星之後，其實我嘅團隊咧都有6、7個創四環。甚至乎創四花四，而整個大中華咧喺去年咧係有超過160個創四星嘅，所以你一個人開始，然後我上次以身作則啦，佢帶我行動，我非常之欣賞佢，因為佢已經喺 UC 10幾年啦，但佢都仲充滿 passion， 然後每一日好努力咁樣行動咧，佢去做一個白金四星環嘅領袖，於是乎咧我哋就一串魚蛋咁啦，我上線啦，我啦，我嘅兩個下線啦。我哋一串魚蛋咁咧，都成為今年嘅白金四星華語領袖，一齊都係用行動去鼓勵大家。咁今日其實由自己一個開始，揾多幾個人，其實創星好簡單嘅，你揾一個想成星嘅人就同佢講，你揾四個朋友，叫佢哋四個朋友一齊開台麻雀，咁就係其實啱啱好係粒星，所以創星啦，你只係揾四。其實就做咗啦，成功係可以好簡單，就係、是、睇你點樣去面對去諗嗰一件事咯。咁所以你一個人開始，你影響咗其他人，然後成功喺 New Skin 係肯定係 guarantee 嘅。我2008年投入呢個事業嘅時候，個組織都唔見得有啲咩形態，但係我從來都唔會因為面前嘅困難咧，你自己停喺度。反而我每一次都是望住我的目標，望住我的夢想，攞住一邊講嗰兩對襪，然後就繼續向前衝。每一日每一日點點滴滴累積出嚟，因為成功不是轟轟烈烈，是你點點滴滴累積出嚟嘅。
常之精彩，好多謝女士，真係多謝女士，因為令我同埋我嘅家人咧都可以過一個咧非常自由嘅生活。咁咧相入邊咧中間嗰個就係我爸爸啦，隔離嗰個咧就係我一個妹妹。我小時候我媽咪係帶咗我其中一個孖生細妹嚟嘅，有另外一個孖生嘅細妹咧就係一直留咗喺國內。咁我哋咧咁多年嚟咧，都因為屋企嘅環境咧，冇將佢帶嚟同我哋一齊生活。咁我好多謝 Newsy， 因為以往我冇可能同呢個妹妹一齊生活，但係因為 Newsy， 我知道我以後喺 Newsy 嘅道路，佢都會陪伴我一齊，好似一個真係真真正正嘅一個家庭團聚，一齊喺 Newsy 度成長，亦都帶俾佢一個人生嘅希望。而我爸爸咧，見唔見到好開心啊？佢咧幾年前佢同我講。佢同我講，佢話咧，因為佢年紀大啦，地盤嘅工作咧，佢已經唔可以再繼續啦。咁然後咧，佢就話諗住咧考翻個看監下，就去即係去兼職去做夜監。咁我當時聽喺心入邊咧，其實個內心都喺度流緊血，但係咧，我覺得我根本都冇能力，我講咩説話都好咧，我冇能力可以令佢過一個更好嘅生活。但係好多謝 Newsy， 因為 Newsy 我去行動，去證明其實佢可以喺呢度過更好嘅生活啦。咁所以咧，依家咧佢非常之開心。佢同我講咧，個 lunch pack 未食完咧，未仲有半盒，佢仲要追我攞啦。佢已經同我講，佢話咧要食長命啲，要享受世界，要享受人生。而且咧，今天佢食咗 after 之後咧，佢話佢球場嘅時候嘅三分波係非常之準，連啲中學生都怕咗佢嘅。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好多謝 Newsy， 因為我爸爸其實幾十年嚟，佢覺得人生係灰暗，人生係冇希望。但係因為呢個舞台實實在在咁去證明咗，唔係淨係用説話話俾佢聽我有幾愛佢，我從來冇講過俾我爸爸聽我幾愛佢。但係直至上次喺杜拜，公司邀請我分享，我分享咗我爸爸嘅故事咧，佢可以驕傲地喺八千人面前企起身，受八千人嘅掌聲。就是多謝他咁多年去養育我哋，全靠佢一個一個平台。我諗翻幾年，其實我不停咁喺度行動，不停咁喺度努力。其實遇到嘅所謂拒絕好多好多好多，但係呢啲好多好多嘅拒絕之後，原來換嚟我同我家人一個咁燦爛嘅生活，大家覺得值唔值得啊？值唔值得啊？為咗你愛嘅人，你值唔值得面對別人同你 say 一聲 no 啊？好多個 no 之後，原來你就會喺呢度成功咗。咁而呢幾年其實我同埋我身邊屋企人咧，我哋生活上所需要嘅嘢，我哋都足夠有餘。咁我發覺咧，原來呢先個平台仲令到我可以睇呢個世界更加大。就係我發覺咧，我有能力去令到他人都活得更好。而我呢個動作嘅話，亦都影響咗我個女，因為咧公司咧交俾我哋兒童心臟基金嘅時候咧，佢就拎咗個心形嘅觀賞翻屋企。咁我個女咧就問我媽咪呢個咩嚟，咁我就同佢講話有啲細路，我個女三歲啦，同佢講話有啲細路哥天生個心咧唔識噗噗噗噗跳㗎，咁咧所以咧媽咪咧就將咧買玩具俾你嗰啲錢咧就唔去買玩具俾你啦，我就攞嚟咧捐咗俾呢啲去幫助呢啲小朋友，等佢哋都可以咧去玩啊。跟住咧我個女話：咁媽咪我唔要玩具啦，我都要希望去幫呢啲小朋友。所以一個平台令到我哋每一個人個世界都變得更加大，所以時時刻刻忠於自己嘅夢想，朝住你嘅夢想大量積極行動，祝大家都有一個豐盛燦爛嘅人生，一齊夢想成真，多謝大家。Okay, it's about take action, massive actions, because I think we all know nothing will happen without action.